闷闷的，然后一直小反胃啊。他是昨天吐了很多次，然后又一直拉肚子。大哥吐几摆？三摆，然后连续遭六，遭六摆。拉了很厉害，拉几次？拉超数次，两点开始，开始凌晨两点了。目前25个人里面有4个人症状比较严重一点，所以目前有补充输液，有点脱水状况，跟抽血做检查。那另外有一个高龄的长者，因为昨天半夜不舒服的时候到厕所，那不幸跌倒，那有大腿骨骨折，那目前也是在做初步的处理，那可能会转回他的居住地进行手术的处理。